Hello， 大家晚安了，我们要下班了，8:58，门关一关就可以走了，好累。所以你明天会来吗？会啊。哦，没来没关系啊。我是明天还是要值班，还是我啊？直到晚上9点，真厉害。这班表有时候也搞不懂，随便。走了吧，那就给你回了，就一组派工而已嘛。那我关了，你往那边走。哎，楼上我也去关一下。你还有东西吗？好。好了，下班了。对哦，那个门我没关了哈、哦，啊，拍谁拍谁，忘记，什么都忘记呀、啊，啊，觉得我应该不至于走到门口。我上一次才跑回来而已。对，哦，你家钥匙是还是什么？我是怕我车子钥匙还放在里面，但是我有摸到，所以你怎样？有，我东西都有。拜拜，明天见了，拜拜。下一点雨哈、哦，真的是。拜拜。拜。一天就这样过了。我晚餐已经吃过了，晚餐那时候是吃那个什么的猪什么饭的，还是什么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，随便了。蹄膀饭是不是还是什么饭？随便，坐我的摩托车，好可怜啊。开的是 CRV 2.4 哦，2400cc， 马力170匹。你说它很强吗？也没有，不强吗？哎，蛮强的哦。T-Gon 好像马力也差不多就是这样而已啊，但 T-Gon 扭力大多了啦，因为2.0涡轮增压，扭力33嘛。马力的话差不多了，170、180。力22跟33还是有差了。
天你就不一趟路再回去。这个时间想要买点东西吃，也已经不知道能买什么了，因为都没卖了。
家的车做得真好，刷得真干净。他在车上等我一下，我下去旁边的豆浆店买一下薏仁浆。他等我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天气感觉凉凉的。哦，看我的，不要看外面。就刚刚想说去那个豆浆店，结果我买了两杯薏仁浆，我想说有点嘴馋了，所以买了那个五个锅贴。我们来吃一下锅贴。这一家我常会来啊，有时候买那个叫什么猪排哦，馒头加猪排。嗯，很好吃，锅贴。锅贴吃起来也是很方便的。有一点太烫了。可以猜猜看我今天有没有车位。我也觉得是有，以我每天这么幸运，一定都有车位。相信自己一定有车位。这里有一个七点的车位，我想再绕一下，可是其实七点就七点，干嘛绕？早点出门也不会怎么样。刚讲完就有位置啊，而且不是黄线哦，超幸运。满边讲什么比中康啊，它这个没有倒车摄影机，你都觉得不太习惯。没有倒车摄影机的车，你开多了开习惯，你觉得突然没有影像还怪怪的。我把煎饺吃一吃再下车好了。其实也不用了嘛，我先下车。
忘了把后视镜收起来。在前面一点，我停太后面了。哦，我朋友一台05的 Boxster 要卖我。想想我放弃。好像还是超出了一点点。我今天有加油吗？也没有啊。那我其实包包里那么多东西，我可以不用带。脚架不用带，傻瓜相机不用带，那样就少了一两公斤了。下雨喽，感觉明天也是下雨的日子哈，大家记得出门要带伞。我是回家要睡觉了，不去想那么多事。哦，雨感觉蛮大的。好了，我回到家了。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夜晚，出入平安，事事顺利。晚安，滴到雨水了，镜头雾雾的，拜拜。